月亮是被没人看见，姑娘的喜被没人看见。扣子不要急，怎么了？这没扣子。谢谢 Funky， 感谢 Funky， 你在呀？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。很成功啊！我是 Martin Luther King， Martin Luther King， 刚来哦，这么强。我们站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。这没有拉链，这是缝起来的，大哥。我租房子，我不可能，我没钱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他打电话告诉你的，小石。一壶，你们可以进我主页，有那个群，有一个女粉宝宝钻进的群，你可以在里面，我去给你发。中雕牛顿更好配是吗？这个是哈，这个腰有点高哈。算了，就这样。这个有点像尼姑。谢谢点赞，感谢点赞，感谢关注。跳跃，强迫症，因为我本来没有配这个呀，我本来下面配的是西装裤，没想到 Funky 老师在这个艺术领域还有一些造诣呢，在我哦时尚。在时尚方面还有一些造诣，有点像《倩女幽魂》。大家都这么说，我说我长得像王祖贤。王祖贤，现在是王祖贤了。你觉得？哦，你小子。很红的女性啊，你说是谁？你说是谁？他们是啊。我榜23票，等一下，好久没有入账了，我那个取一下呢。哎呀，其实，谢谢。你好，嗨，你好，我们玩一把什么呀？你说吧，你说你定。那我们过程不玩，我们玩结尾好不好？玩结尾猜数字可以吗？玩结尾什么？猜数字。猜数字，然后呢？嗯，猜不出来罚蹲起是吧？嗯，可以。好，那么过程要玩什么吗？过程就不玩了吧。好的，我闭麦了。嗯。我给你冲。白虎呀，哦。等一下，宿舍妹子，我应该放一首神话。呀！妈呀！的香片还给我，再一次想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什么天长地久随便说说。谢谢加团，感谢加团，我们今天第一把 PK， 我们整一整呢，宝妈看这么久
一点都不消费啊。辛芷蕾，有些人说过我，说我有点像辛芷蕾呢。噔噔噔噔噔噔地走，想要一脚成熟人，发现我没满18岁。我有一点呢，只有这么一点点 ，just a little。那性感的差得好远。你说这个吗？这个衣服吗？这衣服是真的哈，我这衣服的话，就是要看谁穿吧。New boy 哦，好的，新哦，sorry， 稳了，没有什么是一定的稳，我从来没有稳过。我的天哪！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谢谢小可爱，感谢小可爱。真难受啊，太难受了，家人们。你看人家的展馆都19个，你知道主播多少没多久没收到过大萝卜了吗？你知道大萝卜有多贵吗？说不出口，多久？不要攀比，不满足是向上的齿轮。天真，我最讨厌有些人让我满足就好。让我人生应该要就是满足才快，我可以自己这么说，你能这么跟我说吗？我现在20岁，我满足什么？那是我40岁的思想啊。谢谢，感谢小星星。在哪里啊？我在宿舍。好痛啊，打得我好痛哦。我身上好香哦。这个衣服我跟你们讲说，今天是这样子的，今天我们穿了一个什么鞋子给大家看一下。10厘米，咱们穿了一下午，又跑一条的。累垮了我都。然后哎呀等一下，最后30秒，我们先打完这把 PK， 我们再来讲点故事，再来讲点小故事。小号什么小号？最后20秒，的妈呀，太难了家人们。谢谢牛牛，感谢牛牛。脚还在，已经不太在了，已经是很难受的一个状态了。啊，痛痛，哥哥，舅舅，痛痛，别这样，这就是吻，从来没吻过我们。谢谢，感谢小可爱，谢谢 Mr. 吴，感谢袁，谢谢苍山野老，感谢伊亚，感谢牛牛，谢谢君龙，感谢脾气太来，谢谢开车。嗨，小姐你好。你好，你写吧。我写了一个数在我的公屏上，但是我没打出来。然后，那我你猜，7，一次了，错一次了啊！先给你算着。好，3，2次了，你错2次了。好，5，3次了，8，4次了，9，5次了，1。哎，对了，那是5次啊，5。1、2、3。第一次送，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这是新礼物吧？好像以前钱都没有。拜拜。嗯，好的，拜拜，主播，拜拜。你怎么知道11啊？你怎么这么聪明？猜不到，猜不透男人，我也猜不透女人，猜的。
我来讲故事了，讲故事。然后今天为什么？今天我其实这个衣服我都没有洗的。大哥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没有大哥啊 ，Thank you 啊。没有大哥怎么办呀、啊？没有洗，这是新的衣服，这是新的衣服，没有洗。然后裤子也是新的，就没来得及洗。我不知道今天，我不知道今天是哪个事情，我以为是下周二呢。我以为是下周二，我以为今天是没有课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紧急的知道。然后，但是它是新的衣服，它就会有那种味道嘛。我也给它全身喷满了香水，然后挂在外面去晾了一下，晾了一下我再穿。然后，我觉得现在好香呀。明天有课吗？明天有啊。谢谢灯牌。坚信我不变的承诺，真心。将军，谢谢小可爱。将军，这支舞我只为你一人而跳。便秘没了，谢谢小可爱。今天我不打算睡觉了。我昨晚4点才睡，家人们，这应该不是昨晚，这是今早了。我睡不着了，对，真的，我睡不着。因为我老感觉我的尿没拉完，我拉了好几次了，我就是水太喝太多了。我昨天晚上喝全是吃的流食，全是吃的流食，吃的水果呀、冰粉呐、我就感觉那个膀胱啊老是有尿，你要有一点尿我们都睡不着的，愣是到4点。今早睡了多久？今早10点钟就起床了。4点到10点，6个小时，哇！我起来的时候，我感觉世界都是黑暗的，我都不想活。哦不，不能这么说了。上次的教训，我都开心死了。熬夜症不是熬夜，我就是睡不着。你别说，你想创世所有人。哦对，我想创世所有人。我当时，我真的起来，我感觉头不是头。是旋转的地球，对，还要化妆，还要起来化妆。紧张？不是紧张，就是跟你说，就是睡不着，感觉膀胱里面一直有尿，就晚上水喝太多了，睡不着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就尿就是尿尿吗？但我很健康，我的尿全是白的，没有黄黄的尿尿，因为我每天喝很多水。谢谢点赞，感谢，笑死你啦！你要说笑幸福你啦。欢迎吴先生，明天播吗？要播吧，明天要播。但我没有晚上起夜的习惯，你们有起夜的习惯吗？就是晚上睡着了还要起来尿尿。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什么那种这种情况，就很少，没有啊。哦，偶尔有。我爸爸妈妈就要起夜。哦，我妈妈要起，我爸爸就不起，我也不起。怎么一进来就谈论屎尿的事情？
屎尿很正常呀，每个人都有屎尿，学生都这么好看，哈哈。啊，换话题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吃的什么呀？今天我今天去吃那个啦，我今天哦，我还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，你们看，我已经从相机里面导出来了，超美呀，家人们。这我还没 P， 等我今晚上要熬夜 P。 今天去吃就靠，这是室友，我要去犒劳自己。今晚好了，不能再给你看了。很乖，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。还不熄灯吗？难受，难受。淡淡的真的，谢谢小可爱。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还是差一点，还是要 P 一下。呀，对呀。不要那么谦虚啊，我只是还原美貌而已。欢迎歪歪。哎呀，在成都，是的，在成都。谢谢点赞，感谢点赞。换你真心笑容。开心，谢谢小星星。在我心底有阴影，因为你没来吗？可能是吧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谢谢花开花落的星星。在你我的心里流动，偷个懒呀。欢迎男人叔叔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放这个了，更新了。今晚11:30下吧。谢谢意外的灯牌，女生宿舍。
盘都不见，他们都什么都不搞的。总有一天我把他们都全部撵出去，等我整个付费直播，加了团的才能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关注，也不用记住，我也记不住。什么团？粉丝团，一毛钱一个粉丝团。噔噔，为啥用这个名字啊？嗯，就是用了呀。Hello， 我赢了，可以把垃圾袋传给你吗？可以，你哪里有？哦哦，你后面是有个垃圾袋，可以。嗯，输了你说吧。